交代，黄阿目睭，只规个拢黄条的哦，拢片阿目尾哦创开哦，拢黄条。阮头家只拢整起哦，交代吼，伊安尼，甲白条，伊用电线搁甲捆条的，下日楼顶我，那乒乒乓乓，我怎啊要倒来？阮头家用安尼刷刷刷刷来接，我哪会安尼？伊讲，今摆互抢了了，阮头家你互拍的时，伊，阮头家讲，伊有喊救人喊三四声，迄歹徒甲讲。 你若讲话吼，我就甲你堵了。歹徒三名，趁老板啊，这个开门的时候，开店的时候啊。 就尾随进入，并持辣椒水，来喷洒，控制老板的行动。打开这个内门之后，来搜刮里面的财物，包括金饰、翡翠，还有钻石等珠宝，那目前初步估计损失金额，大约2000余万。